诸位法师，诸位同学，请坐。请看《大乘无量寿经解》第223面，第三行。第三行，第三个字开始啊。但于84000法门，唯净土妙法，能会真实之力，普令一切寒灵皆得度脱，故知所开法藏之首要，正是本经也。这是魏中开法藏最后的结论。念老这个看法跟我的看法完全相同。我们从上面所引的经论就知道了，成佛终极的目标就是无条件的帮助遍法界虚空界一切众生，这个地方讲普令一切寒灵啊，就是一切众生的意思，皆得度脱啊，脱离生死苦海啊。生死有两种，一种是分段生死，一种是变异生死，两种生死都脱离了。这是什么人呢？这是妙觉佛果啊，等觉菩萨还有一次变异生死。妙觉位就没有了啊，究竟圆满真的无上正等正觉。诸佛如来就是这个用意，就是这个目的啊，帮助你成佛，帮助他成佛，帮助一切众生成佛。84000法门，每一个法门都是帮助众生成佛的。所以《般若经》上说，法门平等，无有高下。啊，为什么要有这么多的法门？众生的根性不相同。啊，不是一个法门能令一切众生都成就的啊，而实际上呢，也真的是有这么一个法门，那不对众生的根基，就众生不相信，不愿意接受，
那么佛就换一个法门，恒顺众生，随喜功德。你喜欢修哪个法门，他就教你哪个法门。我们在《华严经》上看到，善财童子五十三参，那就是五十三个法门。实际上呢，五十三参呢是五十三大类。你比如说，第一位参访的吉祥云比丘，这是修念佛法门。善财童子去参访他。他就讲了21种不同的念佛法门，21不是数字，是表法。密宗，华严经是显密圆融。没有一个宗派的这个教义与华严没有关系，那你找不到。华严是佛法的根本法论。方东美先生把华严经看成是佛经哲学概要，所以他把整个佛教全包括在其中了。所以那31展开，能够包括所有的法门。21代表圆满。在显教里面，七代表圆满，无量寿经都讲七，华严以十代表圆满，所以你在华严看到十是看的最多，它都代表圆满的，它不是数字。84000呢？是代表大圆满，84000不多，它也是表法的，不能把它看作个数目字，代表大圆满。只要契机，这个法门肯定能帮助众生回头，帮助众生放下。就真的妙觉果位啊。那么所有法门里面，确确实实只有净宗持名念佛的方法能会真舍之力。会是给予真实的利益。这个真实利益就是帮助你证得究竟圆满的果位。这才叫真实利益。普令一切含理，现在我们懂得了哪一样东西不含理呢？没有，找不到。
灵是什么？科学家所说的信息。大乘佛法里面讲的灵性，我们在前面读过，一毛一尘的微点，这个说法，一毛一尘就很小了，一毛是一根汗毛的尖端，尖端，一粒微尘。这个还都是很大的，再把它分析，去观察，它是很多原点，组成的幻象。就像现在量子学家所说的量子，那个微点，微小的那一点，微点，它是物质现象。有没有精神现象呢？有。它的本质是精神，本质是念头嘛。念就是灵嘛，我们现在讲它是精神现象，它不是物质现象。物质现象是念头变现出来的，所以任何物质都含灵，皆得度脱。华严经上有这个讲法了，他说：“情与无情，同源种质。”情是有情的，我们今天讲的寒灵，一般大家都认为有情是寒灵，有情是动物啊。植物矿物认为不是寒灵，就是华严经上讲植物矿物也寒灵，现代科学家证明了，物质现象是念头造成的，没有念头就没有物质。所以科学家肯定宇宙之间只有三样东西。第一个是能量，第二个是信息，第三个是物质。在佛法里面讲呢，这三个东西是一样的，是一体。都是从能量变现出来的，能量从哪里来的？自信的本能，大乘教里面讲的就是我们用慧能大师的话，诸位好懂啊。《坛经》里面能大师说：“何其自信，本自具足。本自具足里头就有能量。它能生万法，它能生精神现象，能生物质现象。”
是普令一切寒灵，包括虚空在内。这不相应刑法里头也寒灵吗？不相信刑法里头有空间有时间，这个二法是属于不相应的。我们问他，他寒不寒灵？我们相信他寒灵，他要不寒灵，他怎么能够传递信息？啊，我们相信寒灵才能够传递信息。他不寒灵，信息怎么传递？一个人念头才起，变法界、虚空界，通通都接受到了。记住啊，变法界、虚空界，没有远近的。全都看到了，都接受到了这信息。啊，物质振动的频率，才动，这个信息也是周边法界。啊，还原观上讲得清楚啊。我们起心动念，言语造作，你要说没有人知道，那是笑话。那是你全错了。起心动念，无论是善念、恶念还是无忌念，无疑不周边法界。他要不周遍法界，那第二个周遍就不能成立啊！第二个周遍畜生无尽，这是什么？这是变化。啊，所有的现象都是随着念头在转变，我们念头念念不一样啊。外面境界跟着它转了，跟着它变了。啊，所以设法界里头没有一样东西是真的，真的是它不变，那就是真的，找不到一样。啊，能找到不变的，只有在十报庄严土。啊，你能找到这些现象。这些现象能够止住了，它不动了，啊，它不变了，啊，它为什么不变呢？十报土里头住的人，没有分别，没有执着，没有起心动念。啊，所以那边的三种现象，自然现象、精神现象、物质现象，好像都不变。啊，虽然不变，哎，到一个时候，它突然不见了，
都没有了。啊，什么时候呢？到成佛的时候。啊，十报陀里面居住的大众是40亿位法身大士。啊，他们境界现前是平住无时无明习气。无时无明习气在，他现象就在。无时无明习气断掉了，他相就没有了。所以凡所有相，皆是虚妄，也包括了十八庄严土。啊，佛没有说十八庄严土除外。啊，没讲。啊，所以真正不变呢，只有常寂光。常寂光是妙觉所证。是真正的发心土、发心身、发心土跟发心身，有这么一个名称啊。实际上呢，实际上你找不到，什么是发心土，什么是发心身。连等觉菩萨也找不到啊！什么人找到了？无时无明断尽了，你就真的了啊！确确实实，经典上讲的这句话，真实不虚，为证方知。你不证，你不知道。你证得了，你就明了了啊！所以为证方知啊！啊，法身菩萨知道，还是听佛说的我们今天也知道这个消息，也是听佛说的啊，我们虽然听佛讲，还有疑惑，啊，还不能完全接受，啊，可是法身大士他们听了之后，他们有疑惑，他完全能接受，啊，因为他居立正德了，很近。他无时无明断掉了，只有习气。啊，习气越往上提升，习气就越薄。啊，所以到等觉菩萨只剩下一品了。啊，41品的最后的这一品，这一品断掉了，他就真的。常寂光啊，完全回归自性了啊！所以这个地方普令一切寒凝，这个范围都大了，变法界、虚空界。戒得度脱，就是华严经上讲的同源种智啊，种智是佛证，阿罗汉证得的是一切智，菩萨证得的是道种智，佛所证得的叫一切种智。戒得度脱
那么所开的法藏，这法藏里面多啊，无量无边的法都是法藏啊。这个地方讲出84000法门了。四弘誓愿里面讲，法门无量誓愿学啊，可见的不止84000啊。无量法门里面，首要就第一法门是什么？真是本经。那这就是告诉我们，本经的地位在十方三世一切诸佛所说的一切经教里头，它是排名在第一了。他修行的方法妙绝了，一句名号南无阿弥陀佛，你只要肯念，你念的时候不怀疑，不夹杂，不间断，你就成功了。最快的一天就行了。你看《弥陀经》上不是说得很清楚吗？若一日，若二日，若三日，最后的若七日。前面一二三四五六是数字，后头七不是数字，七是圆满，就是不定数。你哪一天念圆满了，那个七就算是七这个数字了。七是代表圆满。要知道啊，前面那个数字是真的，不是，那都不是表法了。一天能不能成功难。我们还没听说过。但是三天念成功的我们听说过。净土圣贤录往生传里头有。我们亲自看到还有个例子。早年我在美国。华福佛教会遇到那边的一个也是华侨周广大先生，他一生没有宗教信仰，得的癌症，临命终时，医生告诉他们家人，他的病况已经无法治疗了，放弃治疗了，让他家人带回家去，说他喜欢吃什么尽量给他吃，他的寿命不长了，这个时候家人着急，所以说病急乱投医什么宗教都去找。看看有没有办法救他，找到我们华福佛教会，有些同学就看他，知道这个人非常好，很忠厚，虽然没有宗教信仰，人非常善良，就劝他念佛求生净土。他听了非常欢喜，叫他家人不要给他求医治疗，把这个放弃，全家人也都念佛，帮助他往生。念了三天三夜，
真的走了，走得非常安详。那么他的条件，具足啊，这个太难得了。第一个，临命终的人头脑清楚，他不迷惑，这是最重要的一个条件。第二个条件呢，遇到善友提醒他，劝导他，他听了立刻能接受。真正发心求生西方极乐世界，发这个心就是发菩提心。然后这个佛号提起来，跟着念，一向专念。这本经上讲的，发菩提心一向专念，它符合这个条件呢。一个方向，一个目标。专念阿弥陀佛，其他的通通放下了，三天成功了。深圳黄忠昌居士为我们做的实验，3年。他闭关，看到古人念佛人很多3年往生的，他也听我讲，3年功夫成就，还有没有寿命？有，不要了，我现在就想去，他真去了。2年10个月，欲知时至，生息了。他给我们做正转三转法轮呢，做正转了，证明是真的，不是假的。那么我们今天。念了几十年了，问您哪一天往生还没消息，这什么原因呢？你不会念吗？你没有意思往生吗？你对这个世界还贪念吗？这是真的，不是假的。果然一心专念，问题就解决了。我们这一句没有做到了，发菩提心现在没做到。要真做到了，不难。这个法门善道大师讲的，万修万人去，一个都不会漏掉的。我们看到典籍里面所记载的，东晋慧远大师在庐山建念佛堂，123个人个个往生。所以唐朝善导大师讲万修万人去，那是个例子，没有一个漏掉的。这个道场多殊胜道场成就，你这个道场往生一个就是一尊佛送去一尊佛啊。往生10个，你这个道场成就了10尊佛，还得了啊！
古自古以来，净土宗祖师的道场，我们有理由相信，他这个道场不会在圆公大师之下。啊，就是连居士道场都无比殊胜。啊，台中佛教莲社李老师创办的，30多年。啊，虽然自己说10000个人念佛往生的只有2-3个。30多年，1年2-3个，10年就20-30个啊！30年不就100多个了吗？这个居士道场里头也成就100多尊佛，还得了啊？不是假的。啊，这是我们应该汲取的，啊，才晓得这个法门真的是度众生成佛道的第一法门呐。我们遇到能不真干吗？啊，真干就是一个很简单的条件，万缘放下。那什么？那是障碍。障碍放下了，一帆风顺。啊，你也像华严，证得四无碍了，离无碍，四无碍，离四无碍，四无碍，真放下，彻底放下。啊，我们一生所需要的就这一部经。啊，就这一句佛号。广施者，普遍世界。啊，遍世普世啊，不附带任何条件啊，但是我们接受的人、修学的人，必须要具备3个条件：真心。真愿、真感啊，你就决定成功，而且非常快速。这部经。在念佛法门的人可以把它看作往生极乐世界的保证书，一点都不假了。啊，起心动念，言语造作，没有违背经教。你现前就是上善之人啊！我讲的是起心动念、言语造作，
不违背本经教义，你就是上善人。那上善就具足往生的条件啊，西方极乐世界就欢迎你啊。现在人家移民嘛，我们移民到极乐世界嘛，我们具备移民的条件。啊，那这本书就非常重要了。啊，凭证就是一句阿弥陀佛。你是真正的弥陀弟子。往生极乐世界，你是回到你的老家了，回归你的母校了啊！如果我们把极乐世界看作一个学校，你一生圆满成就。所以普遍世界也，底下普利一切众生，故云广施，所施之物乃功德之宝。啊，佛给我们是不给我们的什么？功德。功德者，天台人王经书，智者大师著的。啊，人王经书上卷曰：“事无名功，归己曰德。”这“功德”两个字要搞清楚。啊，很多人产生了误会，啊，认为在佛门里面捐一点钱就做功德了，错了，与功德毫不相关。啊，你修的是有漏的福德。啊，在佛门里修大布施的。最著名的梁武帝啊，啊，梁武帝以过王之尊，学佛了，做佛门的大护法，啊，建造的寺院。480座啊！啊，护持这些出家人，10几万人呢！啊，大魔祖师那个时候来到中国，跟他见了面。啊，这是印度来了个高僧呐！啊，他非常得意，想让大魔祖师给他做证明。啊，他在佛门做的这么多的好事，功德大不大？啊，梁武帝回他一句话：并无功德。梁武帝听了非常不高兴，送客把他赶走了。以后他到少林寺就面壁了。
面壁九年，再等到一个会苦。啊，等到这么一个人来，慧可年轻的，啊，向他求法，他不理人呐，他在那里入定啊，你怎么求他，理都不理，冬天下雪，啊，雪都到膝盖了。还是不理，最后慧可也很了不起，拿着戒刀把自己的手臂砍断供养他，断臂供养他。这个时候达摩祖师才睁开眼睛问他，你何苦来呀、啊？你有什么事情找我？慧可说，我心不安了，啊，求你安，把我的心安稳住，啊，来求安心的。大摩祖师撑着手，你看现在很多大摩的像啊，都是撑一个手啊，撑着。你把心拿来，我替你安。这一句话提醒了慧可。慧可愣住了半天，说：“我密心了不可得。”大摩回他一句话：“于汝安心静，我把你心安好了。”他在这里豁然大悟。达摩祖师衣钵传给他，禅宗二祖。啊，从这个地方，他怎么开悟的？他对于达摩祖师真诚到极处。啊，站在雪地里头立雪断臂，表他的真诚心呐、啊！啊，心在哪里？人家这一问，回光返照。啊，《楞严经》上讲啊。佛问阿难心在哪里，阿难到处找啊，在内在外在中间，他真有本事找了七处，全被释迦牟尼佛否定了。啊，那心在哪里呢？不找就现前了，你就见到了。你想找，越找越找不到。啊，一切放下了，他就现前了。啊，密心了不可得了，不找了，不找就悟了。啊，找是什么？妄念，你还没放下。这个妄念放下了，啊，不分别，不执着，不起心，不动念，不就见心了吗？见心成佛。大摩到中国来度一个人呢、啊，往后二祖。度僧璨三祖，
啊，到第五代弘忍，都是单传，一生就遇到一个。啊，到慧能大师的第六代，啊，他真了不起，他一生度了43个人，明心见性，大彻大悟，43个，空前绝后。 六祖之前没有这种盛况，六祖以后也没有。啊，有度两三个的，像他那样人在他手下开悟的时候，43个那没有了。啊，关键的。 还是在放下，啊！你不放下，你永远入不了门呐。这是什么？大涅槃的门呐，跟净土不一样啊，真难呐！净土往生就入门了，往生容易啊。 这个大彻大悟是真难啊！啊，大彻大悟那个境界到底怎么样呢？啊，就是古大德所说的“一经通，一切经通”。啊，释迦牟尼佛所说的一切经。 你随便拿一本，他样样都通，他没有一样不通的。啊，慧能大师不认识字，啊，他没有办法看见，但是他会听，你念给他听，他讲给你听。 啊，无尽藏比丘尼，一生受持涅槃经，涅槃经的分量很大，念中一本，一个是40卷，一个是36卷，他会念。他不懂得意思，啊，他念涅槃经，慧能大师把旁边听到了，哎，念完之后，慧能大师就给他讲你刚才念的经里头的意思，他听了之后，要下呆了。 拿着经本向他请教，能道他告诉我，我不认识字，你不认识字，你为什么能讲得出这么好的道理出来？这个与识字不识字没关系，不相干。无尽藏比丘尼对他佩服五体投地啊！ 真诚恭敬心生出来了，啊，所以这不仅，他天天念，能大师天天给他讲，开悟了，啊，这是慧能大师一生所度的43个人当中。 第一个，啊，关键在哪里？真诚恭敬。
啊，没有怀疑，没有夹杂，这就有悟处啊！我们今天最困难的有怀疑，信心不足，对佛有怀疑，对教有怀疑，对善知识有怀疑，所以真诚心生不起来。 啊，我们在这里住了10年了，你知道吗？这个世界多少人来供养你？我们对这些施主没有感恩的心，所以不成就啊。 真诚心流露出来，就有感恩。不知道感恩呐。那么我们这一生当中，临命终时如果很幸运，头脑清楚，由这些同修们来助念，很可能也能往生。 如果临终时候你业障现前，你不能放下，你还是要去搞六道轮回。那就是古大德所说的了：“今生不了道，皮毛待去还。”我们接受施主的供养。 要还债呀！现在接受供养容易，将来还债可就麻烦了。我们决定不能将这些祖师大德的话，视为迷信。 那你就大错特错了，句句话都是真实不虚。佛菩萨给我们安立这个道场，这么多的善友来护持，我们用什么来报答？要用自己修行真实功德来报答。这些人对我们一无所求，唯一的希望你们能够成佛，能够成菩萨，能够将来跟佛一样，广度众生。 我们要真能做到。如果我们还有妄念，没有正念，那你就错了。现在这个时代。 从上的是民主、自由，不能干涉。古时候没有这些直接，父母管教儿女，儿女唯命是从，老师教诫。 学生，徒弟也是唯命是从，好教啊！现在不能教了，你一教什么？你跟你
伤害了人权，人家告你状的时候，你还得去坐牢，谁敢叫？不敢叫了。中国的状况我不清楚。在外国，你是小孩，父母教训你，骂了你，打了你，邻居会来问呐，你的父母是不是虐待你呀？虐待你，打电话给警察。警察来调查，真正查出是事实，父母要坐牢，要受处分，你敢叫吗？今天社会的动乱，地球的灾变，其来有自，不是没有原因的。父母教是为你好啊，老师教也是为学生好啊，好歹不分呐、那就是什么？那就是愚痴、迷惑。你这个社会多可怕！佛菩萨还能来吗？他不能来了。佛菩萨来都要去坐牢，都被判刑，那成什么话呢？那就是罪多重的。所以佛菩萨不来了，来对你没有好处，不来对你有好处。什么好处呢？你不造毁谤三宝的罪业，这才不来。他要来，你会谤佛、谤法、谤比丘僧，他是真正出家人，真正比丘僧。你这个业报在阿鼻地狱，佛都慈悲呀，来是慈悲，不来还是慈悲。这样的人，多么值得人尊敬。我们今天学佛出家了，对于这些道理，对于这些事实真相，不能不明白。要认真努力修学，必须要扎下三个根。没有这三个根，你就是假的，你不是真的。出家还要扎下沙弥律仪，沙弥律仪是在三个根的基础上建立的，没有那三个根，沙弥律仪就是假的。古人教，古人真学真干，现在连教的人都没有了，不是不敢教啊。我在台中十年，请李老师讲经，一次他答应了，他就会满我们的愿。我请他老人家讲《礼记》，我记得请了七遍，他才答应。为什么呢？我讲了，谁学啊？没人真干呐，那讲他干什么？
啊，李济只给我们讲了两篇。第一篇是曲礼，啊，曲礼有上下两卷，啊，内容跟《弟子规》相同。啊，我记得我有笔记，好像笔记也有人印了在流通。啊，我记得很简单，啊，那是儒家的戒律。啊，后人根据这些资料编成《弟子规》，编得好啊！那么阿弥陀佛建造了西方极乐世界，不是自己享受的。是给十方一切有缘众生，是供养他们的。这事物是空啊！啊，归极圆德啊！这么多人在极乐世界成就了，这是弥陀的大德。啊，没有他施工，这么多人怎么会成就？啊，那么佛在经教里面常常教导我们，这是世间人都喜欢的。啊，这么多年我们走了许许多多的国家地区，啊，接触不同的族群、不同的宗教，啊，问问他们喜不喜欢财富，都喜欢；喜不喜欢聪明智慧，喜不喜欢健康长寿，都要啊，都喜欢呐。在美国，我邻居是基督教徒啊，问他喜欢喜欢啊？他问我们是干哪个行业的？我说我们天天求的就这三样东西。那能求得到？能求到？你看我们多快乐啊！我说你也可以来啊。啊，你们是基督教徒，星期天你们到教堂去做礼拜，星期六到佛堂里来求发财、求聪明智慧、求健康长寿。他真来了。啊，他来学佛了。学佛跟基督教有没有冲突？没有冲突。基督教，上帝是你们的父。啊，是你们的主，释迦牟尼佛是你们的老师，没冲突。你在家里有父母，在学校有老师，哦，他们就明白了，很欢喜，没有冲突。啊，到佛教来学什么？学发财，啊，学聪明智慧，学布施嘛。财怎么发的？财布施。的财富，是财是功啊！你命里头的财库里面呢，那是德，德你看不见，但是在你财库里头，你财库里有财，无论你经营什么事业，你去肯定赚钱。
啊，得的那个财不是现金啊，财库啊，不可思议啊！啊，就你命里的有财啊。啊，法布施，你得聪明智慧；无为布施，你得健康长寿。我们在图文巴啊，图文巴的公立医院啊，他们都来看过我啊，还有一个临终关怀中心啊，也到这来看过我，我也去看看他们，他要我去的。啊，我们到这个地方，啊，自动自发给医院提供医药费，啊，一年12万，10年了。基督教办的这个安宁中心，我们每一年也送12万，7年了。我们是他们的永久支持者，这是什么？无微不至啊！国报是什么？健康长寿啊！啊，这是现在这两样都是用学会的名义啊，最初的钱都是我拿。啊，我用学会名义啊，学会一些学院里头四中同修都修了功德了啊，那么这些同修实际上谁拿的钱呢？来自十方的护法，他们护持的呀。没有这些护持的人，这道场能存在吗？啊，这个道场没有金蝉佛寺。啊，没有向人家来捐助，你要知道，全都是各地自动自发奉献的，进财布施啊！啊，当然，他们才是，他们是功德，真是功德。啊，那么我们在此地修这三种布施，三种功德对他都有份。佛陀教导我们如理如法了。啊，我们道场所欠缺的，对于解门跟行门。有那么一点点不足啊！啊，希望要加强啊，加强在解门跟行门啊。我到这里来，一天讲4个小时解门呐、啊，啊，念佛堂。大家每天念佛啊，三时心念佛事，名扬两利，这属于行门啊。行门里面最重要的，在古时候是佛小坐啊，这种方式
培养法师啊，我们在这十年，哪一个同学在这十年当中，每一天不要多半个小时，一个小时，啊，十年不中断，他成为大法师了。解透了，你肯定会修行。不是，你明白了吗？修行功夫不得练，就是一知半解，没有真正明了。真正明了，哪有不真干的道理？啊，所以学界里面所讲的七年小乘，九年大乘，佛门也不例外啊。佛门历代这些讲经的法师叫义学沙门啊，《高僧传》里头有这个目啊，就是分类有这个这一类都是从佛小作学成的。最初的起因是谁呢？阿难尊者。集结经藏啊，不就是佛小作吗？释迦牟尼佛当年讲经没记录啊。佛灭度之后，迦叶尊者主持这个活动啊，阿难尊者担任佛讲，五百阿罗汉来做证明。阿难讲完之后，大家同意啊，没有疑问了，记录下来，这才成为经典，流传给后世啊。所以佛小作是从阿难开始，几千年没有改变的啊。讲经法师怎么培养，就这样培养的啊，不是什么佛学院什么佛学班，不是的啊。能讲经的法师常年讲经啊，听众里面有发心学讲经的，就佛小作这么学成的啊。发心讲经，出家法师可以，在家居士也可以啊，不分男女，不分在家出家，通通可以学啊。那我们六十年讲的这么多经论啊，现在有光碟，有 CD 啊，早年录音没有录像，这些资料都有啊啊。所以我们这个经众学院可以拍课程的啊，过去这么多东西大家都可以学，都可以来复讲，这个机缘多么殊胜，多么难得啊。但是我们现在没有看到哪个同学复讲啊，这是在今天这个社会制度下，我们不能勉强你，勉强你要告状，我要干，要是妨碍你的人权了啊，麻烦就大了啊。我们学佛决定遵从国家的法令规章啊，遵守法律
啊，只能劝导大家，啊，你们要自动自发，啊，自己去学习。啊，而且什么呢？有真诚恭敬心。佛讲的时候，不能加自己的意思。加自己的意思，不叫佛讲了。阿难当年登座佛讲，完全是释迦牟尼佛所说的，他自己加一个字，都要把它拿掉。为什么？佛讲成就你的戒定慧三学，你守规矩是持戒，哎，不增不减，这是修定。定的时间久了，你会开悟。所以讲经的法师讲大开圆解，那是开悟啊。啊，你学讲老师的这个东西，自己还加一些在里头。你把你戒定慧三学破坏了。吃亏的是你自己，不是别人。啊，过去老师严格的管制你，那是什么？成就你的戒定慧啊。学生对老师感恩呐、今天人不懂啊，啊，自己以为我讲的应当比老师还好，啊，是的。肯定有这一天，但是十年之内绝对没有。十年之后你开悟了，啊，你确实会超越老师，所以青出于蓝而更胜于蓝。你没有戒定慧三学的基础，你就决定比不上老师。啊，这是我们在近代来看的，啊，佛法修学，无论在家出家，一代不如一代。什么原因呢？好高骛远，自以为是。啊，这是你自己造的障碍啊！你十年本来有大成呢。七年小乘是得三昧呀，十年大乘你开悟了，不能像能大师那样子大彻大悟明心见性，你肯定也是大悟。啊，大悟，过去李老师告诉我，彻悟通一切经，大悟能通一宗，跟你这个相同类的经。你都会懂啊！你这一步精通了，至少净土宗的这些经论你都通了啊！没有学过的也通了啊！我当年在台中学教，这李老师教导我。我们的根性，我们的禀赋比不上古人，大彻大悟我们做不到啊！大彻大悟是通教理，那就是一切经全通了啊！我们做不到，不得已而求其次，求其次什么呢？通教义
理是全通的，教义呢是通一局部的一部分。啊，大乘八个宗吧，我能通一个宗，这教义。古老的教学方法是教这个，不是说一部经学了你就学会这一部啊，那个没用处啊。一部经学会了，许多经你都通了。这才叫善教善学 啊！可是这个里头头一个条件，学生是真学啊，真的发现啊，真具备了做学生的条件啊，做学生的条件，沙弥律仪就是做学生的条件。弟子规做学问的条件啊，感应篇重要的补充教材你做不到啊，那你这一生成就就非常有限，不能不知道的啊，你真修功，他后头真有德。又圣曼宝库经上曰：“恶尽言功，善满曰德。”这又是一个讲法，断恶是功夫。修善是积德了，那么善恶的标准就是戒律啊，在本经有，本经32品到37品，给你细说五戒是善啊，把五戒是善呢。完全运用在日常生活当中啊，让你知道起心动念言语造作哪些是善哪些是不善这个六品经是无量寿经上讲的戒律，48愿是本经所说的发菩提心，啊，功德两个字要认清楚啊，有德者德也。这个功德的德跟得失的德是一个意思啊，修功所得所以叫功德，你没有修功你就没有德了啊，修功才有德啊，梁武帝出钱出力营造道场、寺院、丛林啊，这属于外财布施啊！啊，自己没有去做啊，所以他自己没有修功啊。修功是什么呢？是断恶、修善。他自己没有断悟，你看还有名利心啊，喜欢别人赞叹他。大摩祖师说真话，他不高兴
啊，立刻就送客。他也不继续问一下，向大牧师请教，那什么叫功德呢？大牧师是一定给他讲啊。那我干的这个事情没有功德，那是什么呢？啊，福德。啊，要是大牧，他要说大牧这个梁武帝要是问的时候，我的福大不大？大牧师是一定赞叹，很大很大。你修的是大福报啊。不是功德，功德是断恶修善，啊，断烦恼是功啊，证菩提是德了。这个要懂得，修三种布施不着相，不求果报，那就是德。我做的好事是希望能够有对我有好处，这是福报，这是福德，不是功德。啊，功德一定跟信德相应。啊，你还有求，啊，就是还有自私自利，还有名闻利养，还有这种念头在。你干的什么好事，全是福德边事，功德那边没有。啊，人真把自私自利放下了，名闻利养放下了。啊，对于五欲六尘，那个贪爱放下了，那是真正的功德。啊，90年代，我住在新加坡，净宗学院距离占卜园很近，走路大概3分钟就走到了。那个地方，早年弘一大师在那里住过，啊，广洽老和尚的道场。啊，老和尚跟我还有缘。我在新加坡讲经，他常常来听。啊，告诉我一些弘一大师的故事，我们很受感动。弘一大师年轻的时候没有学佛，那种傲慢，啊，姿态之高。对人严肃，一点都不饶人。在日本留学的时候，跟同学约会，8点钟，啊，到他住的地方来看他，啊，人家迟到了3、4分钟。他站在阳台上，把人家臭骂一顿，赶走。约的是8点，准8点来。早1分钟不开门，迟到1分钟也不见你。那么苛刻。啊，学佛之后晚年在新加坡的时候，那种柔和、谦虚。啊，什么分别执着都没有了，他烦恼磨尽了。啊，他是贵客贵宾啊。广洽法师叫两个小徒弟照顾他生活。非常随便啊！有的时候广洽法师跟他在一起吃饭，可能菜太咸了。他怎么说？咸有咸的味道，
啊，那个菜淡了，淡有淡的味道，这什么都能接受了，一点也不挑剔了。这是什么？这是修功有德了。啊，他把他年轻那种分别执着。 啊，全放下了。啊，对自己、对别人那种苛刻的要求全没有了。啊，完全换了一个人。啊，让别人看到他，对他尊敬。啊，欢喜接近他。啊，真正做到了。 恒顺众生，随喜功德了。啊，光恰法师告诉我，啊，在新加坡那也居住一段时间，生活起居非常简单。啊。 自己能做的事情，完全自己做，不麻烦别人。啊，我们知道，弘一大师的身体并不好，人很瘦，也多病啊。啊，年轻时候没出家，很难伺候啊。 啊，学佛之后变了。啊，这个讲的是卧金言功啊，那修功啊，善满越得了。我们在弘一大师身上。 看到他修功积德，底下接着说：“综上二说，啊，我们看上面这两种说法，则立身于去卧明功。” 对自己断悟，这是功；对别人，如何能利益大家？利益里面最重要的是帮助人破迷开悟。诸佛菩萨应化在世间。 他干什么？他就专门干这一桩事情啊！言行身教啊，时时刻刻都是帮助众生呐，觉悟啊！啊，为什么？ 所有一切苦难，都是从迷惑里面发生的。六道轮回的根是迷呀，我们今天造作所有的恶业的根也是迷惑。不迷怎么可能造罪业？只有迷了，他才造罪业。 啊，觉悟的人，他的言行、他的意念，肯定与性德相应。
啊，为什么呢？念念不舍，断我求善。啊，提升自己的灵性。啊，在净土当中来说的时候，提升自己往生的品位，这肯定的嘛。啊，那就是功德了。啊，迷失自信的人，才搞自私自利，才搞名闻利养，才贪。贪念、财色名食睡，这五欲六尘，造罪业。他不知道啊。可是因果不饶人呐、啊！你得到三途去受恶报啊！啊，你害了人，要偿命啊！欠债要还钱呐、啊！你敢做害人的事情吗？所以，害人真的是害自己。别人有没有受到害处？哎呦，你把那个人杀了。你有没有真的杀到他？没有，你杀他只是身体，灵性不灭，这灵魂不灭，他没死啊，他永远活在了你啊。你看，这应该是两年的事情了。啊，2100年前，罗马凯撒大帝派了一个兵团侵略中国，啊，10多万人，军团的总指挥是他第三个儿子，三王子，这一支军队到中国。全军覆没，啊，死在甘肃这个地方。2100年的今天，这些灵鬼还附身，非常活跃，啊，附身把他们当年这个故事讲给我们听。啊，现在齐素平居士在甘肃这个地方给他建一个庙。他来找过我，是真的，不是假的，那绝对不是附体的人能够表演得出来的，真附体啊！啊，跟我谈过话，这三王子还有他的军师凯撒大帝也跟我谈过话，啊，凯撒大帝也死在中国。啊，正好碰到我去年是6月吧，访问罗马、梵蒂冈。啊，特别注意留意这些凯撒的事迹，啊，我都去看了。啊，凯撒被杀，被杀的那个人是他的替身，不是真的，啊，是他身边的。一个人临时穿上他的衣服走出去被人杀了啊，他逃出来了啊，他跟他的皇后还有一个女儿四公主啊，也逃到中国啊，凯撒在中国还活了11年，死在中国。啊，他被人
刺杀的那个地方，那个地方还保留着，还在。啊，所以这个故事出来之后，历史要重写。啊，真的不是假的。啊，所以他没有死，没有死的问题严重啊。他要向你讨债呀！如果你杀了他，他向你讨命啊！这个事情麻烦大了。现在在全世界各地都有这些类似的事情，附身，附身特别多，一年比一年多。啊，那么在外国这些年来，啊，心理医生做催眠术，在催眠里面也发现到冤冤相报，真的是没完没了啊！怎么可以存心去害人？怎么可以去骗人？啊，怎么可以去夺别人的名利？这是大错，大忌讳呀！人在这个世间寿命很短呐，不到30岁。就死亡的不知道有多少人呐！中国古人说的一句话说得好啊：“人生70古来稀。”自古以来啊，能活70以上的就不多。啊，今天。大家以为啊，医药发达，人的寿命延长了。你细心去观察，医药发达，人的寿命缩短了。你们相信吗？生病进医院不该死的，不进医院不会死，进医院死了。谁告诉我的？医生告诉我的。医院医生告诉我的。你把他治死了。这个世界整个乱了。啊，动乱的根源，迷失自信，丢失了传统的教育。传统教育宝贵呀，祖宗啊，千万年的智慧结晶，经验的结晶，留下来良好的方法，这些方法是真理。超越时间，超越空间，无论放在哪个地方都灵啊，都管用啊！啊，你要把它淘汰掉，你要说这是落伍的，跟不上时代了，那你的罪呀，你可得有的受了。啊，好东西都不要了，啊，要新东西。新东西多好吗？跟老的比较吗？能超过吗？能超过的很有限，不能超过的就太多太多了。
啊，所以此地讲的利生，什么是真正的利益？在利益众生呢？什么是假的利益？去恶，什么是真恶？什么是假恶？你要不把它搞清楚，肯定你就做颠倒了。你把好的去掉了，把恶的留下来了。为什么？你不认识。现在摆在眼前呢，这些事情太多太多了，不是祸啊。啊，就在我们的眼前。啊，我自己也遭受这个苦难了。啊，还算是什么三宝加持，在天天讲经啊。要不然这个身体早就没有了。啊，身体并不是很好啊。毛病很多啊，需要的养分自己不知道啊。这么多年来，很多同学送过的补品不敢用啊，啊，全部都拿去送礼送别人了啊。所以我常讲，不要送东西给我。啊，我根本不吃这些东西。啊，那现在医生给我诊断是，那是我迫切需要的。不知道。啊，常年住在海岛。啊，住在这个海岸边缘。体质是。凉性的、寒性的、寒湿，所以毛病的时候都从这出生的。需要什么呢？需要热能补充。啊，你看以前不敢吃花生，喜欢吃花生不敢吃。啊，吃几粒，这嘴巴就也上火气就上升。啊，不敢吃辣椒，凡是烧烤、油煎的东西。都不敢碰啊！啊，现在医生告诉我，这些东西都是你需要的，需要补充热的能量，你身体才会健康。啊，以前人参不敢碰，全部都送人。啊，现在医生告诉我，你得多吃才行啊。通过简单的一些治疗，哎，现在常常看没问题啊。以前不敢吃辣椒，你看现在我每餐饭都要吃辣椒，啊，大量的吃生姜，啊，还告诉我，啊，这些红参、高丽参、热性的都要多吃。啊，尝试了这一两个月，好像是有一点效。啊，这就是不识货啊！啊，对身体需要的，认为是不需要，丢掉了；不需要的，良心的拼命吃。啊，青菜。啊，水果都是属于寒湿性的，啊，身体是个寒湿性的，再多吃这个，所以身体精神越来越差。啊，告诉我这个东西不能吃了。
水果也要挑热性的，不能吃凉性的。你看这么多年的错误，人家告诉我，果然说的有道理，我们相信了，采纳了改变饮食的方式，从这个里面取得了健康。这是举一个例子，例子太多了，举不胜举啊。那这不学怎么行呢？不学都不知道。全搞错了，以为自己是正确的，自己是对的。今天我们就讲到此地。